当法王问贡嘎旺丘仁波切说，在牢狱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仁波切回答，报告达赖陛下，在牢狱中我最怕的是对迫害者失去慈悲的心。本片不仅在阐扬佛教对人生的独特思维，更是一部真实人生的奇妙描述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幻化成真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